主料，番茄一只，蛋一只，辅料，榨菜丝，葱，盐，鸡精，油。制作时间，10分钟内，准备番茄、蛋、榨菜丝、葱、番茄洗净切块，蛋磕入碗中，打匀，锅热油，放入番茄煸炒，放盐和适量水，烧开煮2分钟，放入榨菜丝，拌匀，开后，放入蛋液，等蛋液凝结，撒上葱花和鸡精，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，番茄一定要用油煸炒后，再煮汤，这样汤浓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